厉害，我还没开就打招呼，靠北，嗨，米嘎。就是每个人巴哈那一篇，番薯当鸟取县观光大使，然后每个人都密我，笑死。再去日本，然后放在行李箱，然后甩来甩去，到处都是掉粉。太阳、库莫、还有尼特、还有李路易。说中药好吃，每天给我吃一罐。恶心。肚子原本就饱了，结果又喝了这一大杯水之后又更饱了，妈的！想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昨天刚逛过灵魂沼地，下面就变往上走，就这样。这也是当初拿东西的地方。我们要先去存钱，先去存一下哦。完了！完了！这里吗？还是往博弈站？
物资峡谷的最下面的人。一瞬间没看到这个跳台是真的，我想说，我怎么好像站到平地啊？家伙到底在干嘛？撞上去，右边，然后上面那边没上去。那只炸死了，笑死！你怎么过去啊？好像就被那个搞到一直上不去嘛，对不对？知道你为什么会撸了？怎么了？害怕奇、Flash 还有 Rusty， 这次豆干没有抽掉。考到二下一半的选择 ，what？ 啊！上来了 ，what the hell？ 那为什么我之前就上不来？上来很痛苦啊，好难跳啊！Hello， 灰色哀悼者啊，这个世界，这个残酷罪恶的世界，我为什么要醒来？我为什么要坚持？小家伙，你知道悲剧肯定远没有我多。真爱阴阳两隔，永无再见之日。我的爱人过世已久。在遥远的地方被人埋葬，
埋葬在他满心憎恨的族人中间，他们不承认我们结合，拒绝我这个外人，可以这样吗？哎呀呀，我可以提出请求吗？可以麻烦你吗？陌生人，你能在他的坟前替我献上礼物吗？怎么是百合吗？礼物很小，但旅途漫长。他安息在同族之中，就在王后的苍翠园林附近。你做得到吗？也许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我疯了吗？愿意接受我这种请求的陌生人，一定心怀几乎被人忘却的善良。陌生人，你向我许诺的可遇不可求恩惠，这是我最后一个请求，我不会再奢求更多。你要献上圣神之花，这花稀有鲜弱，独一无二，你必须好好珍惜，把它当成自己的心来对待。如果你在携带神圣之花的时候受伤，或者想靠传输手来一段颠簸的旅程，它就会毁于一旦。他的坟墓就在王后的长满植物的宅邸中间，周围都是他的族人，他们对你的宠物充满敌意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我的希望和热切都寄托在你身上，希望你能够给我小小安慰。哪里啊？说真的，在哪里啊？你可以去看我粉丝团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。不是无死吧？是不是无伤啊？王后的旧宅中间，哪里啊？泪水之城的那个很多建筑物那边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还是在长旅之境啊？哪里啊？哦，螳螂恋人，哦，王后花园的坟墓上，王后花园在哪里啊？螳螂村，你有 A 要不要摸摸看？螳螂村在真郡荒地吗？我忘了耶。真他妈吵耶。不能上去吧？狙击的哦，是哦。
过去好了。我想这游戏可以存档的吗？那不行。存档就是长椅嘛。那花可以重复领吗？太难了。不用吧，他魔物猎人更新好像都免钱的、啊。家伙，这家伙有点麻烦。哎呦！啊，坏掉了！让、啊、我去看，可不可以从哪？想去先去确认地图。要钱哦、喔！啊啊 ！Why？ 你别老笨嘞！老妹，别老了。我先去看，我先去看是。先去看是不是在那个。真俊那边，我忘记台湾村在哪里了啦，靠北哦、喔，还是在，哎，是不是人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就密我、喔，我谁知道？像谁呀、啊？两三只新文物还有狙击难度，就直接变成一款新游戏。为什么我高中都在拔妹妹念书 ？What？ 哦、oh ，可以从遗忘十字路下来。哦、oh ，好。阿米索多，我先确认一下地图。安息之地，遗忘十字路，然后真卷荒地这样过来，应该可以啦。铁柱路，之前我是觉得我遇到这个还好，因为。之前那个 SSQ 我觉得他遇到的比较夸张。但我路要走得很小心、欸。夸张法，就是也是有人传私讯给他，然后反正就是威胁他不给看奶，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啊。啊，老妹，Finello。
La mer finello， 有点动摇。告别，すみません。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。我们是调羹，我们是故意的。啊，这样你要看我懒觉，我要开 Switch， 有点懒惰。爱浪人。啊，从这边直接过去，一共十字路口。嗯，啊，不然我不要打，我直接过去好了，拜拜。要不会受伤。哎干！哦哦，我在水里不能攻击的，吓死我！哪嘞？干，我在水里不能攻击。加起，声音不同步吗？你要不要重整看看？懒轮，谢谢这谁？啊，干滴得嘞！哎呦，干，还想阴我？游戏声音延迟，你干，找唔到咯！啊干，他的不接 ，fuck you！ 你动粉，巴德张伟航是怎样？我竟然被一个小懒觉打到 ，fuck you！ 他也是存了啊！阿妈，他还存了啊！不管怎样都避免不了存档的。
该是可以无限拿吧。为什么没砍到啊 ？Why？ 怎么可能？干嘛嘞？那有可能？那公升酒？怎么可能被打到？不，怎么可能没打？没有卡他盾啊？我觉得我会被他拔哎、欸。他真的在讲英文的。La mer finello， 多好独一无二的花嘞！妈的，可以一直领哦。好吧，再见。跳声到底是怎样？哇，这家伙真的真不凡。合作去看 FB。
心底路途遥远。哦呦呦呦呦呦啊！干你的！吓到我了啊！所以卢威，你承认你有病的，正常人都不会怀疑自己的。哎，你小天，啊，好烦啊！哎，操你的！病人总好，过到哪了？过到我现在不知道干嘛，所以跑去解那个无损给花的木。面搭车，讨厌哎！再开一下全地图看看吧，长这样啊。然后那个哪里啊？有个地方。买不到地图哦，真卷荒地还哎、欸，不是有一个地方买不到地图。ニコニコニ，谢谢一样的200，感谢。ニコニコニ，笑顔を届ける。大家送花不能打车啊！我花毁啦，我刚被揍了。哥有病，谁能让我在发病时一直抖内加送订阅？看你们不要重复好不好？我已经听不到这样说什么了。我刚被打、啊，所以我要回去拿花。查看留言，论有病，谁能比我在发病时一直抖内加送订阅？你这个是好的病。那个人是不好的病。蛮多地方没看，不是啊，因为我现在没有二段跳，也不会飞，所以我很多地方不能去啊。如果长得太帅是一种病，那数字的人铁定没有病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有病的会是我，不会是你。
那天。泪水之城感觉很亏，因为泪水之城好多击败怪，可是也可以，它好像也比较多电梯可以搭。嗨，罗密欧与朱国也，就互补嘛。哇，还敢吐！娜莉安，晚安。其他方面蛮有病的，可是在如果帅是一种病的话，他肯定是。放送订阅给苦手不他，我对人生已经绝望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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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聊天室都病了，不如通通搬。你又白吃白喝一个月。记得看医生。啊！安林德嘞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换路，
声只有两个字，是干干。啊！我先逛逢甲夜市挂台矮。好白。对啊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RB22线上好无聊，还没做完就放出来要人家帮，德不格，真鸡掰。对啊，我觉得碧血狂刀线上就是他妈超级无，完全没有当初 GTA 那种爽感，你知道吗？啊干，我又忘了哦，算了，我不想帮他送花，操你妹的！都要去水晶山峰是不是？不要洗哦。那这个怎么可以买？哦。你是不是法师啊，小坏蛋？吼吼，我就开个玩笑。对呀。其实我觉得这游戏最麻烦的。不是难度哎、欸，他要找路哦，好麻烦哦。啊，我这个人就走路比较粗心大意，要过这个无伤过头正讨厌。是要老是跳水吗？其实 R 星号用心良苦告诉你，古代的西部真低无聊。谢谢 Win 九的续订四个月了，感谢。真低无聊，没有事情做，连嫖妓都不能嫖。为什么不能嫖妓啊？人家北嫖，我想西嫖啊，不行。钓鱼还被杀，就莫名其妙。对呀、啊，还没脱衣服可以看。铁柱。我突然忘记我要去哪里了，怎么办？那在哪里啊？冰山峰，我直接走过去好了。水晶山峰好像还没找到地图吧？现在真是好哎、欸，真的，还有那个爱情摩天轮可以搭。康康舞，啊啊啊！康康舞，看那圈安全底裤要脱啊小。掉下来的地方，哪里？这个地图在哪里？
要跟你的。奇怪，我今天怎么那么会摔？却没什么在这里摔啊，都摔给你吃。这有长椅。臭蛋给他。哎 ，Nothing much。哦，哎，爽了没？哎，是。其实他要看到抹茶，干啊！妈的，忘记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差点掉下去。哎，干！这顶很讨厌哎。但我没魂，没有魂。啊靠！我过不去，完只是回来坐椅子而已啊，路到底在哪里啊？抓到一个大概，可是我找不到路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门也不开。
对，我先看。不能这样，我还看不到他，他就攻击我。奇怪，路到底在哪里？然后这个要怎么开啊？我还找不到地图。我这里不就几格而已吗？然后那边过去也只是啊，过去也就只是去另外的地方而已啊。所以水晶山峰的地图到底怎么？所以过不去啊，我现在就找不到路啊，而且我还找不到卖地图的，都觉得麻烦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哪还有哪里可以去。没有冲，没有二段跳，我一堆地方都不能去啊！走过去，这边就是椅子，上去再上去，
这边过去。